朋友们好，我是蝌蚪爸爸。今天我们来做一双筷子，画圆，设置为20条边，输入 20S， 向上拷贝一个待用，垂直于圆画一个长方形，在长方形面上画一道弧线，弧线设置为4条边，输入 4S， 用路径跟随工具放样，做出圆锥，再用缩放工具把它径向过去，输入负1。推拉工具把两个体块连接起来，看起来像个子弹头。使用多边形工具画一个正方形，输入 4S， 做出倒角，按住 Ctrl， 用旋转工具沿中点拷贝三个倒角，在圆形和正方形之间画一条直线，使用 Fill6 插件集里的路径放样工具生成连接面，把截面沿 Z 轴上拉，用缩放工具适当调节，一双筷子就成型了。需要的话呢，可以把边线隐藏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